主题是建构台湾产业发展新蓝图。我们邀请到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先生作为本场次主持人。四位与坛人分别为张善政前院长、中华农企业发展协会戴安基秘书长。 中国信托首席经济学家林建甫先生，以及台大国际系陈厚明特聘教授，由主持人杜副院长做开场。那么四位与谈人分别有十五分钟时间做发表，接下来再由听众提出问题或意见，最后交由主持人做总结。那么我们现在就将时间交给杜副院长、嗯。马总统，呃，四位与谈人，还有各位在座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呃呃，大家午安，大家好。那我们这个场次的主题是建构台湾产业的发展新蓝图。呃，讲的呃直接一点，就是我们要找寻台湾未来的发展的产业发展的策的策略到底要怎么走。那过去三年，很多人就问政府说：，哎，那这个新政府，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上任之后，你的他的产业政策是什么？他要告诉你，叫五加二。 各位没听过，五加二是什么？五加二就是七嘛，对？什么？为什么是七呢？因为他挑了认为七个可以发展的产业，那其他的呢？其他的人，我们以前南部人讲讲米兰语有句话，其他的哈、哦、就瞪一锅估赛了，因为没有人要理你，就回去拿牛屎自己涂一涂就好了哈。所以这个五加二不是产业政策。 五加二是执行产业发展的计划，这个层次不一样。各位知不知道？我们国家要有产业发展的愿景，要有策略，要有计划。五加二是计划。那人家问他说：“那除了五加二还有什么？还有新南向。”抱歉，新南向也是执行层面的计划。我们现在国家完全看不到我们整个产业经济发展的策略方向，整个 mindset，整个想法。 大的重重重重要的政策方针怎么走，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要来跟大家探讨，台湾面对于早上谈的国际经济的变化、区域经济的整合，以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为台湾未来要找寻好的产业发展策略。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三位嘉宾呢，特别针对于我们三个产业类别：农业、工业。 跟服务业为主呢，做重点式的阐述。那么在谈进入到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这个产业别之前呢，我们特别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李科先生，我们的张善正前院长，他会来跟各位分享他对于从未来科技整个发展的角度来看，台湾的产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想法才能够。 有一些新的作为。那么，首先我们是不是就来欢迎张尚真院长？好，那张院长是呃美国这个这个呃康奈尔大学同博士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大学任教之后，各位都所知，他在宏基在电子化事业群担任副总经理，在 Google 那个台湾区担任这个总监。那么后来政府呃呃被政府来延揽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过呃政务委员、科技部长。 呃，副院长跟院长，我们来欢迎呃张张院长。呃，马总统，还有我们今天语坛的贵宾，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呃，很快十五分钟，就是今天大主题：建构台湾产业发展新蓝图。那么，哎、呃，其实大家都知道拼经济，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是用科技来拼经济。以前呢，我们从加工出口区开始，不是在用科技拼经济。 用劳力在拼经济，后来我们扩建科学园区，开始有一点科技的含量。可是我们是用土地，我们再用我们的电力，我们再用很多因素来拼经济。今天我们科学园区几乎已经快要饱和，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再有好几个新的科学园区出现。这个时候一定是从现现在既有企业的体制里面去做改变。那这个时候的科技呢，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个呃，现在的科技。 拿来拼经济的科技，主要就是要讲数位跟智慧技术。讲穿了，就是从几年前开始的大数据、人工智慧，到什么区块链，到这个物联网等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对不起，这些东西是新科技的核心，也是台湾的翻转契机。我讲这句话哈，有特别的意思。各位都知道，我们早年的电脑硬体、资通讯的硬体，全世界卖的下下叫。可是网络跟 这个软体这一波起来以后，我们台湾完全没有琢磨。我们看的 Google，看的 Facebook，吃吃香喝辣，我们在旁边干着急，一点机会都没有。然后呢，这个翻转契机就看到说，不但我们过去的硬体电脑的硬体，不管是笔电或是到伺服器，在国际上面的比重慢慢降低。然后我们说，那我们一样硬体很厉害啊，我们切到手机里面去。可是我们手机现在几乎也快没有了。我看我们的宏达电。 对不对？几乎快要没有了。我们的华硕最近把手机跟笔电的这个事业切开，把这个利润分开来看，因为华硕的手机事业一直都在亏本，以前都是用电脑在涵盖它，现在发现说电脑现在也不景气，结果电脑也没有能力在支撑华硕的手机，这个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的硬体好像荣景也不在。 然后呢，软体跟服务的融景也起不来。如果说没有这些新技术，譬如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的话，其实我们台湾继续在这个软体跟网络这波的服务浪潮下面，我们在旁边继续被边缘化。除非现在我们抓住这个这个所谓的新科技，所以我这边讲翻转契机，这个真的是一个翻转契机。那为什么讲说是翻转契机呢？我们希望用数位跟智慧科技几个层层面。第一。 我们现在的企业要转型，不是我们在创造新的企业。现在的企业，我们说啊，制制造业，制造业都是黑手出身呐、啊。我们要它转型，转成智慧制造。还有呢，在这个智慧产业慢慢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年轻人玩手机玩的比在座每一个人都要熟。这个时候，他们要去做这种数位的创新的这种新的呃创创业的机会，老实说是很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们的这种数位智慧的创新创业有机会起来的话，那么其实呃，我们年轻人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迷惘。我们也说啊，这个什么低薪的问题，他们如果创业创得成功，低薪问题也可以解决。当然了，那你说他创业要服务谁呢？服务上面传统企业这边，我下面就有一张图。最后呢，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在讲赚钱赚钱。我们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要靠科技来来来改善。譬如说，呃，精准医疗，奥巴马。 还在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推推精准医疗。”他讲的非常接地气的话，他说：“现在我们人如果要输血，A 型的不能输给 B 型的，对不对？只呃，大概只有 O 型比较可以输来输去，不然血型是不能乱输的哦。可是现在你吃药，吃药有说感冒药，哎，你感冒我跟我感冒吃的药不一样吗？给我们的感冒药是一样的。将来精准医疗、基因科技可以因 可以说，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基因不一样，所以一样是感冒，开给我们的药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精准医疗的未来。这个现在在我们台湾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期待这种数位跟智慧科技落实民众的生活效益。讲的就是随便一个生活层面，大家最担心生病，最担心一生病病很久，这个时候开给我的药又不对，不对我的体质，病了两个月药都不对，没有这种事情了。以后刚刚说到。 怎么样结合，让传统企业可以转型，让年轻人的创新创业的这个机会可以能够起来？那我们就说好，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我们右下角这一块有新创公司，他有技术，可是没有钱，可是没有经验，因为他们没有开过公司，或许刚从学校出来没多久。那么我们说那怎么样给他钱？我们过去，包括我在任，我们那个。 杜副院长以前在国发会，我们都觉得说，赶快在国发会那边要弄这个创投基金，创投的这种钱，让我们这些新创事业能够有资金投进去，让他们可以有第一桶金往下走。我离开政府以后，这两三年接触很多业界，我的观念改变了。为什么呢？我发现说啊，首先你要找钱。 台湾没有创投的这个行业非常辛苦，因为若干年前税改了以后，以前创投业还可以赚点钱，赚钱赚多了以后被财政部盯上，税制一改，我们的创投业完全不想投资。同时跟戏骨比起来，你说我们的创投业相对于戏骨保守，为什么会保守？因为在戏骨我随便讲一个比例，投十个案子，成功一个案子，失败九个案子。那那一个案子成功的案子，因为戏骨美国的市场够大，那一个成功的案子可以补九个失败的案子。 台湾一样，如果一个案子成功，九个案子失败，台湾的市场撑不了那一个成功案子，补九个失败的案子，就是这样子。台湾先天的市场就不够大，我们的人没有比美国笨，我们的创投被逼的，因为市场比较小，所以不敢向美国细股那么的敢投资，因为即使是十分之一的成功几率，那十分之一的成功几率补不回九个失败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期待创投，也不能期待政府。 那个各位可能，我最近刚刚说，这两三年在民间企业发现说，国发会有钱，不管是以前的国发基金，或是后来这个蔡英文又弄了一个台商基金，民间的资金要投资一个案子，一听到政府要投，民间就算了算了，我不要投了。为什么不要投了？政府进来不管持股多少，都一定要有。 派坚持派董事，你如果派来董事专业还好。现在民进党的作风，派来董事什么阿猫阿狗都有，根本就不可能在里面真的帮上忙。所以只要一听到政府资金要进来，对不起，我们民间就不进来了。那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成功？所以从这个创投业找资资金，或者从这个呃政府找资金，我觉得都不是实际的做法。那要从哪里找资金？从左边下面这个既有的中间企业。 今天早上郭台铭开场的演讲，很遗憾我没有来听。但是各位，你查一下郭台铭投资了多少新事业，这个就是郭台铭看到说右边有太多太多的新创公司，是代表红海未来可能的机会，所以投资来投资去。譬如说，他甚至投资了医疗，所以他对医疗很有兴趣，也捐钱给台大等等等,等，这个我都不用多说。所以，缺资金哪里来？我说，我们有这种转型压力的企业从这边来。 再下来，我们说年轻人不喜欢去台积电，或是不喜欢去红海，因为去里面爆肝。可是你如果不去台积电，不去红海，你就不知道张忠谋跟郭台铭为什么成功。这句话就很简单，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呢，觉得说那边会爆肝，那你就不知道说张忠谋怎么经营一个企业，让这个企业非常有纪律，会等等等的。所以呢，我这边的一个讲法就是说。 再回回面回前面说，怎么样让传统企业转型跟青年创新创业可以结合在一起呢？就是下面这张图。让讲到一半，说我们中间企业希望他投资右边的新创公司，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啊，我想郭台铭他投资的有了成功，有了失败，或是呢，干脆把这些新创公司并到自己的公司里面。比如说外面新创公司资金比较调度比较困难，我一天到晚帮你筹钱也很烦，干脆你并到红海里面，变成一个部门。 并到红海变成一个部门，转化以后，把它 business model 改变以后，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切割衍生变成一个新的公司上市。我觉得这个才是结合我们既有的传统企业、中间企业跟我们年轻人新创公司的机会啊。所以这章讲到这边。那么另外呢，最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那个最近上个礼拜天，Uber 的驾驶上街抗议，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那个我还在这的时候。 我在当副院长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去协调 Uber。那个时候，当时的院长毛志国非常简单两个原则：第一，乘客的安全要保障；第二，税要收得到。那个时候，Uber 老是说，呃，台湾答应了，可是到美国总公司又在那边想东想西，结果最后就离开台湾。后来再度进入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民进党执政。然后呢，他们进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交通部呢就便宜行事，就说啊，你要进台湾来，各位知道，Uber 是明明就是计程车的形态。 可是他为了让计程车不要抗议，他就说：“我给你另外一顶帽子戴，这顶帽子叫做租赁车，租赁车。”结果呢，这些租赁车、租赁车的帽子行计程车之时，当然计程车继续抗议，给中装部、交通部压力。交通部就说：“好吧，我是给你租赁车的帽子，可是你出去一趟二十分钟载载客人就不像租赁车，所以就定了一个门槛，说一小时以上，不到一小时要一小时更像租赁车。这样当然影响到 Uber 的这个。” 这个弹弹性空间，所以 Uber 就上街抗议。问题在哪里？对不起啊、哦，我时间的关系。问题在哪里？交通部在脑袋里面只想说，赶快把 Uber 的问题解决。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在台湾分享经济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愿景？台湾到底要怎么样容纳 Airbnb 或是 Uber 这种分享经济？他完全没有想。他如果想的话，就应该从 根基下去想说，所以未来的计程车应该是什么样？未来计程车是现在的计程车加上很多 Uber 种网络轿车的服务，怎么样变成未来十年以后的计程车啊、嗯哦？那么所以呢，没有新的法规，然后缺乏创新政策的视视野，呃，政府没有自发性的改变的动力跟能力。若干年前，那个呃，可能马总统那个时候也记得那个这个事情是从马总统任内延伸到这个民进党。 资讯圈有一批人说，我们需要一个资讯基本法，我们需要资讯长，我们需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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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结果呢，后来呃，二零一六年以后找了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党团，两个年轻的立委许玉仁跟于于婉如都听得懂。到了民进党跟国民党党团以后，两个党团都说听不懂，不想推。然后后来他们有机会到府里面跟蔡英文总统做了简报，做完简报以后很久没回音。 他们觉得说跟总统做简报总有机会了吧？后来请人家去总统府打听，总统府说你们在讲什么，我们听不懂。这个就是当年资讯基本法想要立法的过程，政府没有自发性改变的动力跟能力，这个结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最近提一个案子叫做数位国家公投，数位国家公投想做什么？干脆在政府里面加一个新的部门，叫做数位创新委员会。各位都知道金建会早年的丰功伟绩。 我们任何一条高速公路、任何一个任何一个水库，都需要先经过经济会规划说，说应该高速公路路线怎么走，对经济发展最有效益；水库在哪里，对我们缺缺水的问题最有解决。然后才交给经济部去建水库，交通部去建高速公路。我请问各位，我们数位时代的经济会在哪里？谁在我们政府部会里面在想数位创新的点子？谁在政府部会里面想说分享经济来的时候？ 我们政府的各种体系怎么样改变？谁在想说精准医疗出现以后，我们的健保制度要怎么改变？谁在想说我们的行动支付普及以后，我们的金融法规要怎么改变？那个曾明忠曾前主委在这边，我非常感激他那个时候推第三方支付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用力在推。可是曾中明曾曾明忠主委交出去以后，到了下面每到下面一层打个折，每到下面打折，到最后执行单位的时候完全没有力道。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政府体系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个新的部会。大家说需要一个新的部会，那到时候新的部会还是老的公务员来，还是一样的脑袋怎么办？我说这个新的部会，数位创新委员会，在一个十年的日落时期间之内，他的人员。 任用不受公务人员限制，就是要网罗外面的年轻有创意的人。当然，我们长久来讲要尊重我们公务体系。这十年里面，让这些鲶鱼丢到我们这一缸子里面的公务体系的泥鳅里面去，把每一条泥鳅都变成鲶鱼。在这,这十年里面，把我们该松绑的法规松绑，把我们该创新的政策端出来，然后把我们公务人员的体系里面的数位观念跟潮流整个 upgrade 起来。十年以后，我们。 正式的公务体系慢慢接手以后，一样不会输给这些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哪里去？这些年轻人外面绝对抢着要。他如果在这十年里面帮我们政府定了很多金融法规、网络金融的法规，松绑了很多法规，金融机构绝对每个都抢着要。这些年轻人或是分享经济都一样。所以我在这边讲这个，诶、欸，政府体制面临挑战哈，主要是要讲说，其实刚刚讲了很多做法，包括。 这张图，这张图其实我不敢讲是我我独唱。可是我要讲说跟现在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这张图看起来没有政府的角色，右边是又年轻人新创公司，左边是红海、宏基、华硕这种企业想要转型的企业。政府做什么？政府就是要在中间做媒合，因为不是每个中间企业像红海郭台铭董事长那样子，他管道非常灵通，知道说右边有谁在做新的。 创新点子很不错，可是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怎么办？中小企业没有那么灵敏的管道，说哪些新创公司对他有益。譬如说，一些机械系的学生毕业了，对智慧制造非常的在行。他们几个人说：“啊，我们跟老师开一个公司，专门辅导机械产业 Upgrade 成智慧制造。” 左边那些中小企业，台中那一缸子的中小企业的那些机械业，根本不知道右边有一些台大、成大的教授开了这些智慧制造的服务公司。所以，我们政府要做什么？我们政府就是要撮合他们说，说现在右边有这么多好公司，你们这些传统企业尽管来用他们，来帮你们提升体质，改善你们的这个智慧制造。那再下来，政府还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些人说好，那你帮我把这个。 我的机械传统产业 upgrade 成智慧制造，那还剩一分钟哈，那个右边的人说好，帮你把你的企业从现在传统 upgrade 成智慧制造，大概要两年时间。我要跟你收，随便讲，呃，五百万台币，两百万台币。左边的人一定嫌贵，说哎呦，我转型也不知道成不成功，你还跟我收五百万台币，这是政府应该跳进来，说好，你们这些人对于右边有疑虑，你们想要转型，可是对右边辅导你，你对这风险。 不知道该怎么样，前一百个机械产业跳进来，用这些新创公司帮你们转型成智慧产业、智慧机械产业的，你们的钱我帮你付一半。换句话说，你如果失败的话，风险我帮你摊一半。 这个时候，左边的诱因会很多，说：“哎呦，我要挤到前一百个，因为前一百个有政府的这个一半的补助，那后一百个就没有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说，政府其实在思维上面不要再去想，说我拼命筹很多基金，这个基金那个基金，然后投资东投资西。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些人需要出海口。什么叫出海口？出海口就是东西要卖到哪里去，而不是说你给我资金，把我公司开起来，我有很多好东西，最后我卖不出去。 政府真正要的是帮你找出海口，就是左边这些人可以提供的出海口。两声铃响，我时间也到了，谢谢大家。谢谢张前院长从整个数位经济跟科技的发展角度哈，来呃提出他对于台湾整个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们会来谈一下台湾的农业，很多人都认为台湾农业很弱，没有竞争力，所以所以以前我们的。 以前呃，这个这个农委会长官出去的时候，常被人家讲说是上级长官来，上级都是来补贴的，哦，都是带钱来补贴。台湾农业难道只能走补贴一条路吗？我觉得台湾的农业非常的有有发展的潜力，无论从技术开发跟人才，如果不把台湾当做你唯一的一个生产基地，不把台湾当做你的。 这个唯一的市场，我觉得台湾农业是大有可为的。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以我们青龙代表那个呃戴恩基秘书长，他是中呃中华农企业发展协会的秘书长，他自己也是从事呃农业工作。那么他呃是从美国呃 Virginia Polytech 回来的呃 PhD candidate，所以他呃在台大也上过 EMBA，所以他在这个农业的领域，他有一些他独到的看法。那我们希望他来跟我们分享。 他对于台湾农业发展的一些一些这个呃期待跟未来，谢谢。我们请戴戴秘书长。嗯，马前总统、各位贵宾、各位来宾，大家好。呃，我们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就不客套。呃，台湾，我今天不谈青农，也不谈有机，也不谈食品安全，也不谈友善土地，也不谈回乡亲近土地、流血流汗、下田耕种体验。 这些都是有市场的，有媒体市场，但是它不是农业的本质。农业的本质就是土地，就是人，就是产业。那台湾过去将近三十二十几年的期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初为了加入 GATT，也就是 WTO 的前身，当初的农业立定了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成长的目标，叫做农业零成长。因为当初我们对农业的想法是，农业就是等于粮食。 那台湾在生产粮食的土地的面积、生产的能力、生产的价格是比不过外国的大面积大陆国家的，所以当当时我们跟随日本的脚步，就停止了农业的成长，完全采用补贴的方式对人、对土地、对老农，让等于让农民退休。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大大稻米主义，从日本日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思维，我们过去二十几年所有采取农业的状态，全部都是用补贴的思维。 你们面、你们看到所有政表面的政策所占的预算上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低，与一百零五年，呃，农委会的预算有一千两百亿可用预算，里面有整整八百亿、五百亿用在老农津贴，三百亿用在稻米的政策上面，而稻米它补贴了三百亿之后，只产生了四百亿的产值，而它占据了我们八十万公顷的农地里的六十万公顷。 也就是说，我们的农地保留了八十万公顷，结果有六十万公顷、五十万公顷是用来啊、呃、生产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放三年以后当饲料米卖掉，还不小心被卖到大陆去了。哦，然后呢，真正有竞争力的东西到底在哪里？这一点就是我今天想试图在利用短短的剩十四分钟，希望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 总总结而言，过去二十几年，整个世界农业的趋势啊，事实上是进入了一种典范转移的状态。也就是说，过去的农业，也就是人吃的东西是吃得饱就好了，所以就是农粮，以粮食为主要的思考。但是在过去二十几年期间，大家可以耳熟能详，听到了 Zespri，听到了 UCC 咖啡，听到了星巴克，听到了我们的珍珠奶茶，这些背后其实都是农业的本质跟扩张。 你看利顿百年来的利顿红茶，它英国有没有种过一一株的茶叶？所以，其实人类因为从过去需要吃饱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享受生活。在生活里，我们要吃肉，尤其是蛋白质的提升。接下来是生活的娱乐，咖啡因的摄取，果汁、营养、蔬菜、水果。所以在过去这二十几年，当世界在进行，尤其。 世界因为运输，呃，货轮运输，整个运输成本的降低，还有储运能力，我们对于物品的保存跟运输能力能够远，能够非常的远，能够全球的跑。所以进入的全球贸易化的时代之后，台湾人流仍然停留在农粮政策这样的一个典范里面，我们没有进入到新的经济农业的典范里面。 这一点就是台湾目前遭遇到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一直发补贴？因为你给他一千两百亿，他不会用。钱多到没会不会用啊？稍微倒热病，赶快拿出十六亿来说，赶快赶快，农民把东西拿来给我买一买就好了。连大陆听说有个鲍鱼跑过来了，啊、哦，这样子欺负欺负到台湾的养鲍鱼的小农民，所以我们有一个公公公费收购四千斤的鲍鱼。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的的政策，真的是钱多到没地方花。不过我们，我我们在批评之外，我们希望回到呃台湾农业的本质哦，最主要还是在土地、跟产业还有人。这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有八十万公顷，预计要保留这么多的耕地、农地，但是事实上呢，过去二十年我们有十五万到二十万公顷是长期处于休耕的状态，然后有另外五到六万公顷是被挪用在农地工厂、农舍上面。 这代表什么呢？台湾的粮食安全事实上只需要六十万公顷，我们有二十万公顷是可以拿来发展我们整个农业、农村、农民，跟跟农跟农业相关的东西。所以，站在一个国家国土的立场，我们必须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多出这二十二十万公顷之后，我们能够做哪些事情？我去看到台湾的农村发展是台湾的农业哦。 台湾的农农村、农村事实上是农业区跟乡村区。农业区就是生产用的，乡村区就是居住的地方。他在民国六十八年到七十到七十年的时候，用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划定了这两个区之后，四十年啊，整整四十年，四十年从来没有做过通盘检讨。这个我曾经跟跟呃。 农委会这边的长官反映过，农委会长官说这是内政部管的，不关我们的事。问内政部，内政部说这农业区啊，这是在农业区生产的，他们不检讨，我们怎么去帮他检讨这件事情？四十年啊，四十年阿公都生小孩，小孩都出去赚钱，公都是回来生孙子，孙子搞不好又娶老婆了。结果我们住的乡村区，整个划定的范围没有改变。我们来看看当初乡村区划定范围是怎么画的。呃，这是在现况。 呃，左边是花莲的光复村，右边是寿峰的两个，在日本殖民时代就已经有规划的乡村区的划定。你看看我们当初是多么草率的就划定了所谓住宅的范围，所谓的。那我们再看看下一张，这是我隔壁村子丁台村在雾峰，好、哦，他当初他划定的这个乡村区是这样的乡村区范围。四十年后的使用，你看看状况。<laughs> 我们看看本来预计的是这样子。 呃，我们的居住，我们的居住需求只有这一个范围，但是事实上呢，后来开了高速公路，啊、呃，有一个亚洲大学，后来有一个亚洲医院，台糖的土地又借给了公车做公车停，做垃圾车的停车场，我们的土地就被这样子东瓜一块，西瓜一块，割得乱七八糟的。所以统计上，我们现在有五到六万公顷，哎，两六大概有六万个农地工厂，然后占据了两万公顷的农地，事实上是不止的，因为它是分散的。 这两万公顷的周边，你至少要乘以三倍到四倍，才是真正被污染或者是被占用的农地。但是你说我赞不赞成在农地上盖工厂？我不赞成分散式、没有规划式的做。这是一个需求。我们先前讲、今天讲的所有产业的进步、产业的更新、青年农民投资，今天要做一个机械手臂，它需要一个厂房。结果现在一个工业区里面随便一平地要二十五万，请问你叫他去哪里做一个机械？ 去那里有一个厂房呢，你还是要释放出足够的土地资源去做，但是这个资源是有效率、有配置的，它不是受污染的。而我大概的把它估算过，假如我们一个，我我们有四千个农渔山村呐、啊，假如每一个配十公顷，给它做住宅区使用、工业区使用、轻工业不污染的，或者是商业区的使用的话，它在未来三十年的期间做更新。 即将可以带动三十三十兆的这个基础建设、土木建设的的产值，而这三十兆只是最基本的。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面还可以进行所谓，比如说无人机，比如说电动机车，比如说，呃，所有您想象得到的养老、退休这些事情的产业，不会在都现有的都市里发生，因为它成本太高了。它可以在这个乡村区更新的过程里，慢慢把都市的压力慢慢转移到乡村区来。哦，这是我看到。 因为我本身背后，我本身的背景也是跟建筑、跟都市相关，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是可怖的光荣城、光辉城市，就是说在工商时代，我们大家都往城城中心、市中心去集中。那在乡村区的地方是比较 rural area，就是比较啊、呃、交通不方便各方面。但是现在的现在的新的理论是要把都市跟乡村中间有所谓的乡城啊。 就 town country 这样的概念，在介乎中间用卫星城镇的方法，去把生活圈拉开，把生产区也介乎中间，这样子的配配比方式，其实在台湾整个岛上是是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效率的进行。好，这这些是所谓有一些都市跟建筑的更新手法。好，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可以一一的去细谈。那举举其中一个例子，我们讲一个立体混搭。 我们在讲说工厂，工厂，工厂的屋顶也可以种，也可以种电。我们可以种番茄。我们在工厂的屋顶是可以做，是可以做农业的。现在的农业其实有泥土农业、精准农业、滴灌农业，是不需要土地的，它不需要黏在土地上。所以新的方式、新的方法、新的设计，新的是可以带动新的生产模式跟土地利用。甚至在这里面。 我们一直在炒核能，我们一直在讲各种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大家其实都没有都都都以集中央集中型的电力来思考这个系统。你知道德国的再生能源里面，现在眼前一二零一六年的资料有八千多座的沼气发电厂，它利用呃玉蜀黍的梗、麦梗跟积分做配比以后，它事实上提供了。 这个再生能源好像将近十，它的将近二十 percent 来自多少，是由沼气来的。那台湾每年啊，产生这个一一一万公顷，是我刚才预计，如果乡村区做更新后，可能会产生这样。如果我们在设计的法规上一开始就划定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万公顷的呃太阳能屋顶。这七百万的情绪份，目前是被盗乱盗啊。 那个那个鸡粪，大家吃完的鸡蛋，每天产生的鸡粪，它是它是到处去，到处在河川，到处乱倒。那两百万两百万吨的稻草是露天在燃烧的。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我们四四千个龙鱼山村，假如有一千个村子里做了一千个沼气站，每一个沼气站用五个汉翔的发动机，汉翔的发动机可能我没有什么机会做喷射机现在，但是它做沼气的燃烧机是非常可以的。 所以我有一千个村子，每一个村子用五到十个的话，汉想马上有五千个发动机的的带带动五千个发动机的那个生意。所以说村子，村整整你把整个思维放开来以后，你会发现，呃，整个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有太多太多事情可以做，不是去伤害它，而是好好的去规划它，去想象。当住宅的部分、租住,住、工商都满足了以后，我们才可以专心的把所谓的农地。 剩下的四五十万公顷到六十万公顷，做所谓专区专职，努力的去做这些生产。这等一下我会再介绍一下农业的经营模式。我们再转，我们再讲第二个观念了，就是说台台湾农业农业台湾一直台湾的媒体或者是政治立场常常,常用小农保护小农照顾小农，老农青年农民，一直要试图在里面做一种划分，但是。 其实台湾的农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就是台湾中小企业的本质。今天就算我是一个自己在家里种洋香瓜的人，我也要买纸箱，纸箱也是要跟工厂买。我今天装好袋子之后，也是需要一个盘商用一台小货车装到集货场，集货场也是需要分工、需要分级，卖到超级市场跟全年谈生意。我一个人没办法供给，所以我可能有一个产销班，有二十个、二十个农民。 所以台湾的农民其实从头到尾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中小企业的联合体系里面在运作的，所以大家不要再去产生什么大农小农这样的抗衡，他就跟红郭郭郭郭董的红海跟跟刚才的的董事长他们中小企业一样，是有协力厂商，是有通路商，是有品牌商，大家是分工合作的，而以这样的中小企业的概念，我们来看看。 台湾的农业其实应该重新来拟定，是拟定这个市场的策略。过去我们种的水果、蔬菜其实是种八十万公顷，里面只占不到十万公顷。今天，假如我们把稻米的面积释放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拟定农产。我们到底可以种哪些农产？我举几个，这所谓进攻型，就是说，你不要生产过剩了，才希望人家去卖。你今天，你今天八乐。 如果没有做好前端的品种控管、采后处理的品质规格，没有做好这些处理，今天就算郭董的员工再会吃，就算韩总再会卖到大陆去，他有一天还是会被打枪，因为每一每一箱打开吃的甜度不同，还有一些会烂掉。那讲回来，巴乐全台湾种了七千五百公顷，产值多少？五亿。五亿是什么概念？ 就我们家农场一个农场就一年产值五亿了，占地才十公顷而已。所以说，土地产出价值跟市场，我们必须去找到说我们的市场在哪里，我们要我们才能知道说我们要生产什么东西。也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另外如果我们能腾出这十六万公顷作为新农业的专区的话，我们能够建立中小中小企业农这样的协作概念，用计划性的生产，当然目标就是让农地农用。 它的产出倍增，每个农民的产出也倍增。那你说到底有什么农农产项目？我举两个，像芭乐是可以的。芭乐其实如果我们能挪出一万公顷来，好好的生产，然后做好统一规划、产后处理这些规格，做好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到国外去种。国外土地很多，因为假如有台湾芭乐这个品牌，我们就可以到加州去种，我们可以到缅甸去种。 哦，这种异地操作其实跟中小企业都一模一样，这是世界的市场、世界的产区，但是是台湾的操作。我讲一个更第二个产农作物，我讲一个更大胆的，我们可以种大麻。药用大麻是世界新兴植物，非常非常新兴，它大概会有八百亿美金的市场每一年。总之，讲回来，农业生产的本身，我我。 主要建立有两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系统，有能量储运、区域联防、物料循环、人力。人力，我们要的是知识力、管理力，而不是劳动力啊！不要叫青龙回去在田里工作，而是要叫他开无人机、开机械手臂才对。那五个营运模式其实包括 UCC、星巴克这些，包括我们的稻米，我们以前的农歌队输出到非洲去，现在也可以啊。奈及利亚有五千万公顷的。 耕地荒废在那个地方，其实就等着我们去做。那讲讲到最后，这个不管超过时间，我也要讲完这件事情。<laughs> 最后是人呐、啊，呃，这是我讲的，专业经理的能力跟知识顾问的能力，我们不是要做劳动力。所以以前的老农们有三十万人，将来的青年农民目前确定二十二岁到四十四岁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可是我们这一万五千人可能就可以操作台湾的六十万公顷之外。 还有机会向走向世界，而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要教育，还有研究。我们希望，我个人希望，我们在八百亿的这种福利措施的补助里面，能拨出一半的预算，每年以两百亿成立农业大学，还有一个农业机构、农业研究机构，每年用四、每年用四百亿来支撑我们台湾的人才的培养，然后整个科技、农业科技的进步。哦，那这今天讲下来。 其实大家很多都讲到教育的问题我、啊、我希望说在场的各位长官们，这个啊，明年很有机会是大家这个在身在施展身手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在教育上面也支持台湾的农业。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戴戴秘书长，他呃，基本上他的想法跟我非常接近。我们对于农业的思考，要用科技、用系统呃的方式去思考，其实。 农业靠土，虽然是靠土地是它的主要要素，但是我们千万在思考农业的时候，不要画地自限。一旦画地自限以后，你的空间就就就丧失了哈。所以好，那谢谢戴明书我们先下来请这个林林建甫教教授呢来呃，针对于呃以工业为主轴的部分来呃发表他的整个对于呃策略上的看法。那么林建甫教授是呃 U C 呃 San Diego 的。 呃，经济学博士。那么大家都知道，他过去在台湾大学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在，在呃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担任过院长。那么呃最近才被这个民间这个延揽到这个中国信托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我们请这个林博士林教授。马总统，啊、呃，我们主持人在台在台上的语谈人，在座的各位先进。 大家午安，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应总统的邀请呢，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要怎么建构台湾发展的新蓝图。从经济发展、经济成长率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沦落到低于世界水平。我们说现在世界水平大概是三左右，美国非常接近世界水平，可是台湾。 竟然现在只有二点多，所以台湾现在是连世界水平都没有。美国大象都能够转弯，为什么台湾达不到世界水平？现在大家看到很多大问题，譬如说台湾少子化，看到台湾的分配出了问题，大家也看到现在的房价所得比非常不合理。 可是，这些基本上都是分配面的问题。真正台湾的大问题，其实是投资不正。你可以看到，没有人要来台湾投资，看到台湾的固定投资 GDP 的占比逐年在递减。现在台湾的 FDI，所谓的外人直接投资，每年大概五十来亿美金。 已经沦落到跟北韩、跟澳门同样的等级，然后大陆希望来台湾投资，我们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因为都是国安的问题，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纳入管理，然后就叫他们都不要来，我们丧失了非常多的机会。 台湾人很拼，我们做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卖到世界去。我们的 ICT 占我们出口大概百分之四十二，的确，这方面帮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外汇。但是说真的，现在我们 ICT 很多产品还是在大陆生产，在东南亚生产，创造了就业机会，创造的分配非常有限。台湾现在我们的原物料出口。 竟然已经占到了三成，我们的设备出口占了两成，原物料出口，台湾我们不产煤、不产油、不产铁，可是台湾竟然有三成的原物料出口，这个部分其实是跟我们的石化业、我们很多基础产业有关，所以这要感谢两蒋时代我们的十大建设，让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强的工业实力。 我这边也特别要讲，在我们马总统的最后两年，一百零四年、一百零五年，你可以看到我前面一页，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比较低的，不能归咎于国民党的执政团队，而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原物料价格非常低迷，我们的原物料出口占了三成，原物料价格低迷，油价低，对个人是好事情，你加一桶油。 少两百块，少三百块，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出口，我们的量不变，可是我们的值少得，少的非少的非常多，所以造成我们那两年的出口大，大大大的减少，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认清楚的事实。我们如果也不要石化业，我们以后连这个出口恐怕都没有。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在。 马总统执政一开始上来就遇到金融海啸，再来欧债危机，再来遇到原物料不振、原物料崩盘。当然，当时也是所谓太阳花的时代，全世界的贸易出现大问题，所以让我们交出来的经济成长率成绩单比较偏低。我们说马总统时代是二点八，在陈水扁时代竟然有四点八。 其实，在陈水扁时代，我们希望的是，当时他根本没有两岸政策，根本没有开放。如果加上两岸开放，台湾至少是六以上的成长，是七以上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在规划两岸的服贸、两岸的货贸。那可惜的是，在最后马总统的最后最后几年，我们的福茂货贸没有过，这个都影响到台湾今天我们的经济成长变得连世界的平均水准都没有。 所以要怎么发展我们的产业？我这边特别要讲，我们一定要保留或者延续我们的 ICT，我们的高科技优势。但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一定要升级，一定要用高科技的方式来让我们传统产业再生。然后对于服务业，其实这个是让我们的经济能够提升最大的一个方向。所谓我在马总统时代三。 三业四化，当时其实我们就已经点出来，国际化、智慧化、特色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服务业里面，像金融，我想在座我们都了解，我们已经连续三十四个季度的资金外流，在资本账上面一直在外流。我们是新台币升到二十九块也有汇损，现在又贬回来将近三十一块，我们也有汇损。 我们看到我们的钱出去，跑到香港、跑到新加坡去赚钱，而不是在台湾赚钱。可是出去赚的钱是帮别人赚钱，别人已经拿走了大部分。然后他们还用我们台湾的人去管台湾的钱，那是我们金融界的精英，他的黑账都挂在香港、挂在新加坡，他的消费也在香港、也在新加坡，他缴的税也在香港、也在新加坡。 为什么我们不能不能够把这些金融业的人才，我们金融业的发展把它拉回来？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要有发展部，或者像刚刚我们张前院长所讲的，要有创新的这些思维，尤其是在金融方方面，金融我们的金管会就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说实在，他一点发展的思维都没有，这是不对的。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钱，可是我们都不会用钱来赚钱。我过去一直主张，我们应该要设立主权基金，但是讲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没有。我们过去卡在最多的是中央银行的外汇，那他说要修法才可以。那新政府上来也受我的影响，他们也想做主权基金，他们做的叫内主权基金，所以我们看到台山的基金是内主权基金。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台山的董事会组成，你可以看到都是清一色，他们所愿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公平公正，没有一个让大家信赖的基础。今天我们要做主权基金，一定要让蓝绿能够平衡。我举一个我们过去做的很成功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国安基金。我想。 曾委员，我们以前在国花基金的努力，我们以前国花基金基本上蓝绿是平衡的，所以虽然在国花基金在国安基金里面，我们有些讨论会吵架，可是毕竟国安基金是国家安定基金，是在股市最危急的时候进场，然后帮国家能够翻转，这个在国际上也得到像很多国际的学者 UCLA 的。 我忘了他名字，他那个来台湾看过以后，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设计。所以要做这些东西也不能够有私心，但是你男女平衡之下，因为财经的东西，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要帮台湾赚钱，所以这是可行的。我也呼吁我们未来的产业蓝图里面，一定要用钱来赚钱，一定要大力的发展我们的金融业、我们的卫服业、我们的医生。 我们台湾的全民健保，我想全世界都认为非常好，价格非常的低，可是某种程度来讲，也压迫了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的医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的卫福变成是产业？我们的医院要做广告，让全世界的人他有疾病，他要健检都来台湾。当然这个部分不会用到我们的健保资源，而是让我们的医卫福产业。 开另外一另外的一扇窗户。高教，我想在座大家非常清楚，很重要的，我们的高教一定要跟国际接轨。为什么 MIT、Harvard、Stanford 他们在全世界都设有分校，唯独在台湾，我们用私立学校法来卡他们，所以都不行。你知道，像我有朋友他们在 NYU。 他们说，他们的大一、大二学生可以选择在全世界各地的分校就读。如果说我们台湾有他们的分校，他们就会来台湾，是增加我们的国际连结力。然后他们来台湾就读，其实也不是说所有 Stanford、NYU 的 Professor 都会来，他会用我们台湾的一些资源，包括教室、包括助教。这个也是让我们台湾的高教能够往前跨境的第一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跟国际竞争，所以我们现在在推的经济特区，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政府，他认为台湾的经济自由度已经很够了，我们不需要推特区，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绝对不会天天上掉下来礼物让我们台湾就可以进步，而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很多东西松绑，才有办法去跟国际上接轨。 我特别也指出来，像物流，今天新南向要能够成功，你你这个 e-commerce 电商是很重要的一步。其实这里面如果没有物流，一样做不起来。台湾的物流水准其实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管制，让我们都走不出去。所以让我们的服务业跟科技结合、跟国际化，我们的薪水才能够向上提升。 我想，我今天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我是应该要谈的是工业，所以接下来我要谈这些工业的问题。台湾一定要走在世界的尖端，我们一定要赶快跟得上五 G，因为五 G 它的传输速度是四 G 的二十倍，它的延迟性非常的低，然后它每平方公里的连接性从十的三次方到十的六次方，它的低延迟性从四 G 时代的二十五个 millisecond 降为一。 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未来所谓自驾车本来一百公里的速度要七十五公分才可以停得住，未来只要二点八公分就可以停得住。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低延迟性在五 G 时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其实不只是这样子，你可以想想看，因为低延迟性，所以远距医疗、远距开刀就变得可行。你今天病人在台北，医生是在北京。 在在纽约，他绝对不会把你的肿瘤检错，把你的微血管检错，因为低延迟性，你所有的这个一检都会检对，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握五 G 的这个未来的这种特性。最但是最重要，这里面还包括修法，你怎么样跟医疗法能够搭得上国际的潮流，包括我们的医生也可以到外外国去去开外国的病人等等，哦，所以这个是呃未来呃各个部位也都要去结合。 可是现在，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只要跨部会就什么都不会，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呃高科技也要也要去松绑，然后未来这个大连接十的三次方到十的六次方，所以未来整个 IOT 那都可以连起来了，因为整个连接性都没有问题，那背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AI，因为人工智慧的发展让 所有的技术上面起了很大的进步、呃。那现在最重要叫做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我跟各位报告，我在九零年代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办法分辨一张猫脸跟一张狗脸，因为当时所谓的神经网络它只有浅层学习而已，不像现在的神经网络是叫做深度学习。它深度学习最重要的是这个呃。 它的中间的隐蔽层数，现在至少都已经是五六百层，五六百层就是五六百个特征值，所以今天 iPhone 打了两万个光点到你的脸上，抓五六百个特征值，所以当然可以分辨的非常的清楚，所以绝对不会有什么卸妆前、卸妆后，它判断不出来。所以这种高的科技，它背后其实还包括它的 AI 的演算法。 整个大力的进步，所以 AI 带来的改变，带来了这个四大硬体、十大产业、七大软体领域的改变，我就不一一的去细细念。所以未来的时代，整个产业应该都是以 AI 为核心。AI 它可以透过语音、自然现象、人脸辨识、指纹、生物辨识、手势、视觉图像，然后应用到。 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智慧机机械、智慧制造、智慧机器人、智慧电网、智慧家电、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所以整个的产业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好，我想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最后要做一点结论。我的结论就是，以后其实是一个平台经济的时代，以后是一个整个经济理论都要改写的未来。整个你用能够善用资料，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个精准的生产跟精准的行销，然后以后。 共享经济这个时代太重要了，因为年轻人借着共享，你可以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来创业。那台湾要培养独角兽，一定要掌握平台经济的特特色，因为平台经济，你你这个独角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大家利用平台可以把你本身的事业把它做好。那我想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啊，我们。 未来一定要改变纯制造业的思维，我们要让我们的服务业走向平台经济，我们要恢复当年马总统时代的三业四化，掌握整个时代的变化，然后能够善用 AI，然后到 IA（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最后我们应该善用台湾的优势。台湾的优势是一个很好的枢纽，不只是地理上面的枢纽，其实更是政治文化的枢纽。 最重要的，台湾不能靠边站，台湾要等距发展，台湾要能够跟各方都能够扮演好角色，那这样的话，台湾能够左右逢源，我们的经济就有更好的未来。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好，谢谢林建福首席经济师。那个他刚刚特别提到了，呃，科技跟未来的一些技术平台会让我们的产业有非常多的新的机会，但是他也同时的也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很多传统产业必须要挑要升级的事情啊。那我刚刚讲到，呃，这个五加二里面，它着重到非常多的细节，可是它都没有考虑到有许多我们的传统产业需要政府更大的投入，包括上一场很多先进提到的中小企业的部分。我还记得三年多前，我们还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我们当时提出了这个生产力四点零计划，也就是说。 为什么它是生产力四点零？因为我们把农业、工业跟服务业放下去，而不是呃这个德国的所谓讲的工业四点零，我们把它扩大到农业、服务业的方，向，希望能够透过透过虚实的整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不管在农业、在服务业、在制造业的这些传产，都能够借由虚实整合科技的导入，让它的生产力能够提升，让它的竞争力能够提升。可是三年前。 呃，政党轮替之后，这个计划就停掉了，他把它改成叫什么？改成叫叫智慧机械，集中在机械业、工具机的部分而已，其他的人一样，刚刚讲登地沟谷赛了哈，所以以后牛市可能会大涨，因为大家都会去沟谷赛，牛市供不应求哈，所以我我是觉得这个在思考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要有一个整体性，而不是说我只想到这七个，其他的通通我就不管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呃，请这个陈厚明教授呢来跟各位谈一下服务业的部分，特别是在服务业，刚刚讲三业四化，服务业的部分科技化跟国际化的部分。在前一场大家提到，台湾服务业的比重虽然超过六成，但是呢，你看到低薪的部分也都是在服务业，都是在在餐饮。 还有这个住宿以及辅助服务业，辅助服务业指的什么？大家知道，像保全、像幼教、幼教的老师等等，都是属于薪资比较低的部分。如何要我们又有这么高的比例的服务业，又要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有发展机会，又要让薪资能够成长？我们必须要去让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导入科技，能够让它有国际化的竞争力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特别请陈永明教授，他是台大。 呃，这个这个国际系的特聘教授，之前曾经担任过呃，中心大学的管院院长，也在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担任过院长，所以他在不不管是在理论，或者是在这个法人这个辅导产业辅导实务上呢，都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跟各位分享，请陈教授。好，谢谢呃主持人的介绍，马总统啊、呃，各位来宾。 各位与谈人、各位女士、先生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这一场次的啊，最后啊，啊，这个其实压力很大，主持人一直交代说，啊，不能占用这个马总统的啊这个时间哈、啊。好，我今天非常的高兴哈，啊，能够啊来谈啊有关于如何去打造啊国际化跟科技化的呃、啊、服务业啊，啊，这个是我的 agenda。那我。 啊，因为当教授呢，啊，这个其实也也比较啊，这个紧紧张一点。今天在很多啊大咖的这个面前之下，所以说我的一些啊这个 PPT 呢有做一些呃更改哈。啊，首先呢，我们来啊来谈啊来反思啊台湾服务业发展啊的现况，以及我们值得去研究的这些议题啊。啊，第一个我们来看啊。 制造业跟啊服务业其实是台湾啊经济成长的啊这个双引擎。可是从啊二零零一年以后，我们会发现服务业它的啊这个成长从可能从七十 percent 到啊目前二零一八年啊只有占到六十三点九 percent 啊这个左右啊它的这个出口的这种竞争力啊其实啊是不高的。然后它投资在 哎，服务业投资啊，在 R&D 的这一块啊，跟先进国家来比也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如何去啊，这个突破啊，这个瓶颈啊，就变成我们是啊，非常啊，想要去了解的这些问题啊。再过来了的话，面对这个新兴的这种科技，我们服务业啊。 啊、呃，怎么去啊？这个政府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法规啊，怎么去配合啊？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啊，这研、个、究的这个部分。那么晓得一个政策啊要去呃执执行啊，有有好的这种绩效的话，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顶层的这个设计啊，非常的重要。那另外的话啊，就是要有这个啊，这个执行力啊。 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啊以前的政府啊花比较多的时间啊在于啊这个分析啊在于啊这个 no r what 啊 no r what no r 啊 no why 找找它的原因，也就是说它比较啊重视的是一个啊这个分析啊的一个呃思维啊，至于说如何去解决 problem solving 啊 no how 这一块。 啊，相对上来讲，花的比较少的这种时间。那我们晓得，啊，know how 它有它有包括包括模拟怎么去啊这个啊这个谈判的这一块怎么去做可行性的啊这个分析从啊做中学。啊，这一点呢，啊，其实我们以后应该花比较多的时间啊啊，在这边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啊实作的专家，是一个 process 的 expert。 而不是一直在分析啊这个报告的这个啊，这个专家啊，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啊，其实从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二年，呃，是政府啊针对服务业拟定啊非常啊这个有愿景啊这个很好的规划的黄金的这种时代啊，我这边把它罗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服务业的这种发展的情况，这个我刚刚提到过，从二零零二零零一年啊到现在啊，大概六十三九点 percent 它占的这个 GDP 的这种比例啊，服务业人口的占的比例大概有五十九点四 percent。啊，台湾服务业的这种发展的困境啊，包括我们的市场比较小，所以说我们需要的去呃进行国际化，包括企业研发的这种啊这个资金比较少啊。 包括我们需要把它系统化成案的这个输出啊，也就是说啊，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有关系，要啊提振啊这个服务业的话，我们要去高质化，我们要去啊这个国际化。从这个图表我们啊可以看得出来啊，整个台湾的 R&D 啊占的啊比例啊大概有三点啊三 p e r n 哈，跟先进国家来比的话，其实我们不输给他。 啊，可是呢，花费在啊服务业的啊这个比例呢，才是零点二 percent 啊。那从刚刚那一张表我们可以啊看得出来，啊企业部门的啊这个研发占到七十九 percent，啊政府的研发啊的这种经费的话，大概只有占到二十一 percent。那在企业部门的研发的这种投入呢，投入在服务部门的话，大概只有啊八 percent。 大概九成以上呢，都是投入在啊这个工业的啊这个部门。啊，所以说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服务业研发占啊这个 GDP 的这种比例啊，是新加坡跟啊美国的五分之一到啊六分之一。我们甚至于比韩国啊跟日本啊都来得少，大概啊这个接近零点二 percent 左右。那、啊、如如何突破？ 服务业目前的这个啊瓶颈呢，啊只有高质化跟啊这个科技化。然后在高质化这一块，啊科科技化扮成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跟系统化。那我把它啊归纳成啊，包括现在目前服务业发展碰到的啊这个现况，以及主要的这种问题点。 跟四大的发展策略的这种组为，大大家可以啊这个参考。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台湾服务业的国际化的推动的啊这个策略啊，目前啊在国际化服务业还是占了大宗哦。从啊国际企业的 MMA 或者是啊 g r e n f i e l d 这个 project 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呢，我们台湾服务贸易的这种表现呢，并不如啊美国。 从这张表也可以看出来，它啊也跟香港、新加坡、韩国来比的话，也也比较少。啊，整个台湾的服务贸易的出口，啊，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只有占的2二零一六年大概只有占到零点八五 percent，它是全世界排名啊在二十七、二十八名左右，它远低于落后我们台湾整个商品贸易的。 啊，这个排名啊，我们商品贸易的排名啊，大概呃十十八 percent 左右。那呃、啊，我们国际化现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包括服务业的出口力道不足啊，台湾服务业的规模比较小，难以国际企业去竞争，国际市场的这种资讯啊掌握不足。所以说啊，它的关键一一题是说，我们能够啊这个走成功的这个走出去啊，包括呢我们。 要这个有好的这个品牌行销的这方面的能力，以及啊国际经营啊这方面的能力。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引进啊这引进活水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啊鼓励台商以及啊国际的这种企业能够在台湾啊设立啊营运的啊这个总部。服务贸易大概有四种啊。 模式哈，第一种是啊跨境的这种贸易，第二模式是国外的这种消费，也就是啊韩韩国语韩市长所提到的啊货出去，那这边的这个跨境贸易是服务哈，那人进来的话就是代表观光啊，所以说其实它是啊可以用这个四种模式可以去解释。那第三种模式是商业据点的这种呈现，第四个是自然的啊这个移动，那。 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谈台湾服务业啊科技化跟数位的这个转型啊科技化服务业的这种科技化，它的重点在于啊科技的这种应用跟跟未来生活啊优质生活这方面的连接，跟消费者连接，跟啊价值链体系去连接，跟文化去连接，跟啊环境去做一个啊这个连接就是。 现在目前是以消费者啊为中心的一个生态体系，也就是从 ecosystem 啊走到 micro system。这个在 interbrand 哈，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有提到，现在的这种企业已经走到 brand 四点零。从 brand 一点零是 edge of identity、edge of value、edge of experience、edge of you。edge of you 就是呃代表哈。 以数据为基础啊，消费者啊为联网的运作的这种桌面，并以数位科技为资源体系的新服务的啊这个架构啊，一切都是以 Big Data 啊为它的这个重心啊。再过来提到新啊新的啊这个科技啊，包括 AIoT 啊它的创新跟它的这种应用啊 AIoT 呢，在我们服务应用的案例里面，包括智慧。 呃，药局哈，智慧广告、智慧的物流、智慧的餐厅等等，啊，针对啊五 G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了解到以前从二 G、三 G、四 G，它大部分的经济的这种价值来自于 operator，也就是啊这个营运商。可是五 G 的话，它大概有五十 percent 的这个左右，啊，它是来自于啊这个新的这种。 啊，新的这种经营的啊，这个这个模式呢，从从这个 service 来的，啊，在二零二六年的时候，五 G 哈可以带带带领啊，大概有超过六千亿啊美元的收收益，那其中啊，以制造业跟即时自动化啊为最最多好最大中，啊对啊，区块链的这个部分呢，它应用的这种情况可以。 可以在金融服务业，可以在健康照护，可以在身份管理，可以在啊这个供应链，可以在零售以这个电商的这一块。那新零售现在在大家都在谈了，其实新零售的模式呢是一个啊服务科技化一个非常标杆的这一案例。然后新零售模式呢，它引进非常多的啊新的这种科技啊，大家可以呃去，因时间关系，大家可以去参考。 然后这个是啊新零售的啊五大的这种趋势啊，包括啊它的这种数据率数据力。那大数据力的话，market tech 就变成非常重要的。大家了解所谓的 fin tech，对 market 其实不太了解。market 就是 marketing technology 的啊这个意思，就是啊在于啊这个数位行销它啊应用的 ro roadmap 在这边，请啊各位啊这个参考。那最后一个。 啊，部分是新形态的服务业发展的蓝图跟它的这个战略。那这一张图呢，啊，其实非常的重要，是从啊商业发展研究院哈，在二零一七年的一个啊这个研究报告哈，他、啊、去啊分析了最最近因为新科技啊新经营模式所产生出来的啊新的。 服务业啊，新兴的服务业的这个市场，我们可以从消费端来驱动，或者是说从供给端供给端来驱动，或者说我们可以来进行啊这个水平、垂直的这种结盟，也可以去做啊跨越的这种结盟。今天很多的啊贵宾都提到了啊共享经济啊平台经济，以及可以去做服务创新啊出来的这个新市场啊跟。 精精准的这种医疗哈，啊，这个精准的这种行销，在这个部分呢，啊，其实非常的啊，这个清楚，大家可以啊，可以参考。那针对啊这些新形态的啊服务业的高质化跟，跟也可以来进行高质化跟国际化的这种战略，可以利用水平整合，或者是异业整合，或者可以去做一些服务的这种创新跟精准的啊这个服务。 最后面，呃，我提哈，啊，这个几几点啊，看法，啊，如何去新兴的这种服务业，啊，服务业的这种发展的这个策略，有两个，啊，是具有国际的啊这个竞争力的。第一个，啊，智慧的医疗，医疗的这个产业，啊，非常具有竞争力，因为我们的生物的科技以及我们医疗的这种技术啊，在全世界啊是。 啊，占有领先的这个地位哈。啊，第二个部分，台湾是以生产以及制造为主，所以说以 technology push 为基础的研发跟高端的制造服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台积电 TSMC 的 inside。那这个是集中在 B to B 的啊这个知识交易的市场里面。这两个我是觉得啊是未来哈、啊、这个台湾。 啊，非常具有啊这个竞争力的啊这个服务业的这个产业。那另外的话，比较一个 potential 的这个部分啊，是是新科技所延伸延伸出来的新商业模式的新兴服务业市场。啊，刚刚几位啊，李谈人也提到创新创业，或者是在做一些制造管理、TwinT 啊的管理啊这一块。那另外的话，我要也特别要提出来一点。 因为以目前台湾的啊这个情况的话，他没有办法啊当成平台的霸主，只能啊是针对全球的啊产业链里面去啊做一个呃关键节点的这个战略。人才教育啊非常的重要，创新的法规跟政策的工具如何去啊配合。然后另外我最后强调的一点就是 mindset。 现在的制造业，现在的啊这个农业啊，他们都自己都不承不承认他们是自己是农业，自己是制造业。像啊电子五哥，好，它是制造服务业。像很多的农场，它现在变成啊观光工厂，啊农场再加观光工厂。所以说，其实我们应该把啊这个部分啊所有的这种产业视为啊这个服务业哈。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跳脱整个产品导向的呃创新的框架，以及呢避免掉入商品这个陷阱的这个危险性。啊，这个是最后一张的 slide。好，呃，我把刚刚所提到的啊服务业的这种经营的这种困境，如何的来开创新局，在这一块顶层设计跟啊它策略的创新。 是非常的重要。除了这个之外呢，要去做做中学啊，动态的去做啊这个调整，要有效的去做沟通，才才能够展现出来啊这个执行力 know how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勤奋的工作，可是 work smart 更重要。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好，谢谢陈宏明教授。刚刚呃特别呃就服务业未来发展机会、国际化跟科技化部分做了一个报告。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我们心目中希望台湾未来的服务业的发展机会。我举台湾有一家上市公司叫中鼎啊，中鼎工程它做什么？它做工程的设计、统包、施工到操作，啊，也就是说它，然后第一个它把科技的东西导入去做服务。 第二个呢，中鼎在台湾、在海外去承包各式各样的炼油、石化、天然气接收站，所以它也把触角能够发展到国际去。所以呢，它可以从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以技术为内涵、以国际化为它的核心能力的一个这个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它自然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附加价值。当然，它的员工、它的获利。 当然就就会比较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台湾有更多的服务业能够朝向去。那么呃，我们第二个想法就是希望台湾的服务业有更多的技术的内涵。我们看到今天，比如说昨天跟今天都很热，三十度，大家都希望赶快冲进超商去喝一杯最新流行的冷饮，能够买来喝一下。所以你一进门以后，店员很高兴跟你鞠躬，欢迎光临。它的价值不在于欢迎光临。 它的价值在于，你今天虽然比昨天温度高出了好几度，冲出冲进去买冷饮的人都买都很比昨天要多很多。可是每一位进去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希望买到，都可以拿到最流行的人冷饮，而不会缺货。为什么？因为超商早就从天气预报系统里面去算过了。 哪一天的温度调高到几度？根据它过去的演算法，每增加一度的温度的冷饮的消费率会增加多少？全部算出来以后，前一天的物流就全部进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以科技为内涵，而去强化它的的竞争力。如果你今天到一个地方买买不到我要的东西，我第二天我以后就不会来了。所以呢，它就是可以去从客户的角度，借由呃。 技术的导入呢，能够来增加这个服务业的竞争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要追求的地方。呃，在最后，我想这个章节的部分，因为我们要准时的呃，把这个呃下一场次要交给马总统哈，所以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呃的的跟各位做一个心得分享。我们在我们在这个呃，在五十年前，台湾最早的政策。 呃，做了一个决策，台湾要开做这个加工出口。所以呢，为了因为当时经济不好，失业率很高，所以我们要做加工出口，能够来带动就业，创造创造外汇。所以当时方向定得很清楚，我就设了加工出口局。五十年前，全台湾在全世界第一设的单一呃呃单一窗口的服务 （One One Stop Window 呃 Service），所有的海关。 包括了这个公司登记、工厂登记管理、劳工管理、呃污水厂处理厂福利，全部在加工出口区，在五十年前就完成了。全世界来台湾抄，我们的方向正确，步骤正确，自然成功。后来成立了，为了发展高科技产业，我们成立加工出口区，借由加工出口区来带动我们的发展，这个技术密集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 前面都是成功案例，可是从一九七五年，要一九九五年，我们要做亚太运营中心。早上很多前辈提到，我们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在两千年政党轮替的时候，亚太运营中心计划被终止了，我们失去了发展金融中心、海运转运中心、空运转运中心、媒体中心、电信中心的所有机会。好，所以虽然有一个好的政策，可是没有被执行下去。那么在马总统的时候，我们当时决定要以台湾。 作为外商进入中国大陆的一个跳板，所以我们借由 FTA 的签署，让外商在台湾取得台商的资格后，可以共同去开发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借由免税的方式，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留在台湾，把产品销到大陆去，没有关税障碍，而不是被迫像过去一样要落地到中国大陆生产。这个策略方式是是绝对是正确的啊，所以。 多少的日商、欧商来台湾洽询如何来台湾投资？因为他知道在台湾投资两年，他就取得了台湾厂商的资格，可以享受 A f 法到中国大陆去。但是后来福茂跟跟货贸的这个呃这个挫折呢，所以使得我们又失去了另外一个机会。再一次，我们又提出了今天提到了自由经济示范区，我们希望借由是借由自由经济的开放，能够让台湾。 能够提早的拥抱更多的国际市场，连中国大陆都比我们晚，可是中国大陆都做完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一直在要希望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产业发展的政策跟定位，告诉全台湾的民众，台湾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的产业定位，要走到哪里去，然后呢，再告诉我如何帮你。 走到那个地方去。我一直批评现在的政府，他只告诉我们五加二，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没有被选中五加二的，大家都回去靠自己。哦，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无论如何，明年要出来领导这个台湾朝向未来发展的领导人，一定要告诉台湾一个产业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也告诉他如何要带领台湾走向未来。那我想今天在各个场次的。 呃，所有的这专、呃、家的发言呢，都可以作为未来领导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这个场次是不是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